方式去把它整合一下。OK， 然后锁好之后呢，我们会再稍微打磨一下，然后上蜡，就完成这个作品。OK， 好，那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货吗？没有。没那么高级，是一块木头啦，是一块木头，不是木头。杉木，对，杉木类的，这个是柳杉。这个可以看到。对，台湾的柳杉。所以你会需要这个长的，然后跟这个它的正方形的这个 ，OK， 好。超过我就变你吗？不要锯成两半啊！哦，锯到一半就可以了。全部来自我女儿，她是念那个台大园艺所的嘿。那这个风向是因为它很老品种，所以它呢比较不耐病。那不耐病，所以很多草莓，你到草莓园，包括苗栗关系，很少找到枫香，因为它的果实很少。好，这个我们在种草莓，所以就种一些那个莴苣类，它叫做牛舌莴苣，还有一些哪一个国家转过植物，那个国家都会产生。好，来，哦，他每天哈，来，我们过来，快过来一下，是不是？对，啊，这个每天它一直生，它不会去哭，哎，啊，我们就是放养在这个东西，我们帮你再放回去了，哦，哇，那么厉害，刚好都六颗，对，我买的都六颗，所以就是放好，你们等一下要剪，因为我们帮你们稍微擦过，放你们。